高温炎热，天天38度到40度。小姐妹们想碰个头，去晒一晒，阿妹啊，真是高温炎热，热情也吓唬人。但是阿拉个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啊。走法走法，疫情走过了3年。是的，轻松年华是余。走法走法，阿拉又老了。曾经有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，伊讲当侬廿岁的辰光，看50岁的人已经老老了。葛末当侬自家50岁的辰光，侬认为自家老伐？当时看到搿个问题，我就暗暗好笑。搿一年，阿拉18岁进单位，同事进单位的人呢，也侪差不多迭个年纪。葛末搿歇辰光带阿拉个师傅呢，大多数侪已经35、36岁了，讲勿出来个恐惧。但是搿歇辰光，我自家脑袋瓜子像去清爽，要走出迭个困境，只有靠自家。有辰光我就想，辣海年纪轻的辰光也是老辛苦，现在退休了，有得大把的辰光可以做自家欢喜做的事体。我觉得自家欢喜写字，我就辣海博客浪向写散文、写心灵文字，锻炼身体，就跟小区的小姐妹们一道跳跳广场舞，出去旅游，有辰光呢到 KTV 去唱唱歌，辣海自家的阳台浪向种点花草，屋里向弄得清清爽爽、干干净净。喝泡茶，喝喝咖啡，弄点自家欢喜吃的小菜。后来应今日头条的邀请，到西瓜视频去读书，发视频，做自媒体，成为了一个优质自媒体创作者。那么再跟自媒体上的80、90的小朋友交流交流，拍拍上海的老建筑。了解一下上海的过去发展，大家一道大家三五也是觉得蛮开心。就搿能样子，辣海今日头条、抖音走法走法，又走过了3个年头。搿真是有心种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啊！我现在终于会得发火了。当然，我有自家的做人原则和做人的底线。只有自家吃过、用过、觉着好的物事，我才会得挂辣市场里向。我自家特别欢喜的，大家口碑比较好的，我会得做小视频推广。现在我觉着我的生活老开心、老充实，一点不觉着自家年纪大。一个美好的时代，摆辣搿眼50后的人，也能够有做自媒体的机会。时光的赋予，让自家能跟上时代的脚步，不被时代抛弃。一月天又要过去了，看上去每天重复着每天差不多的日脚，但是我却辣海迭个重复又重复的日脚里向，每天学到新的物事，便是烧菜、做点心，再便是手机多方位模式。最近美容中又出状况，就封了2个小区，连续3天呢要进行大扫。这个时代太眷顾我了，阿拉个地方还有交关不确定因素，阿拉只能顾好当下，沉思而为。今朝视频就到这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